国，江时七竟然是江家首富流落在外的千金，跟我女儿长得一模一样，这就是我外孙女儿。没错，这就是出了三个大佬的首富江家，他们三个都是我的哥哥，开始疯狂宠溺。我过上了比穿书文还爽的生活，这么高端的宴会居然是给我办的。不过我的哥哥们怎么和我不是一个姓？因为他们仨都是收养的，你喜欢就从里面挑一个做你老公。这让我怎么选？